Hello， 你好。我要点来去台东。哦，我刚才知影讲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小弟。小弟哦，好可爱哦。小弟，你是大人也是囡仔？囡仔。哦，你囡仔哦，啊，你哪会知影会好点歌？阿爸讲会使点歌。对，会使点歌对。啊，小弟，你刚才跟我讲你住倒位？我住东山。东山啊，东山遐即马有电无？有电哦、喔，啊，敢有通吹冷气？应该有通啊。有通啊，吓！啊，你会感觉热无？还好袂。还好。啊，昨暗风太烈，你会足惊无？袂，足好笑诶。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风太足好笑。伊是安那好笑伫倒位？什么？好笑伫个乒乒乓乓叫。吼吼吼！小弟，你几岁？你知影迄乒乒乓乓是风太吼？你几岁？哇，十岁。哦，你才十岁，所以你拄过几届的风台啊？我嘛无算咧。你有拄到会足惊、会惊无？喂，啊小弟，嗯，是啥物人讲遐好笑？是迄个阮弟弟。哦，伊伫听垃圾哦，听到你的声对无？应该是。是吼、哦，你台语真好呢。你伫厝拢有讲台语吼？有。啊、我能继续跟你开讲一下无？我最爱跟囡仔开讲台语呢。迄个许阮弟弟嘛想要讲，会使跟你讲一下。当然嘛好，安尼小弟的弟弟是毋是叫小小弟？叫阿鸟啦。哦，阿鸟，大鸟是无？好，大鸟，大鸟，我跟大鸟讲话好。喂，大鸟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是大鸟啊？我是谁？你敢知影？唔知。我是大米。大米。嘿，你大鸟，我大米。大鸟，你几岁？我六岁。哦，六岁我，六岁我哦，啊！你昨暗风台会惊无？无得惊吓。我家是迄落一直走水入来。哦，恁家有走水入去哦？有啊。哦，安尼敢有法度好困？敢有淹着迄个你的眠床？敢有法度好困？无淹着眠床，伫一楼。哦，伫一楼是无？安尼，你有甲爸爸妈妈揽条条揽做暗的安尼无？无，我九点外有起来到十点外。起来创啥物？摒扫。啊？摒扫？因为拢是水。哦，安尼哦，你哪遮乖？啊，你有感觉足爱困诶，都爱阁起来摒扫安尼无？无，我爱困，都困到早起。啊，你甲恁哥哥小弟两个人啊，拄着风台天咧，拢袂惊哦，拢伫佚佗哦。对啊，你哪会遐好笑？讲话拢讲啥物去佚佗啥物，哪会遐好笑？是啊、哦，其实你嘛真好笑，你知无？尤其你的名是实在是，你现在叫做大鸟啊。其实我的正名无叫做大鸟。安尼，你敢要甲我头讲讲你的正名叫做啊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咧，因为迄是一个。因为那是一个奇怪的名，真的。好，啊不，有机会你再跟我偷偷啊讲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啊，哎，小气鬼，小气鬼。大鸟，谢谢哦。啊，我等你。小弟要跟家己讲。哦，好。小弟哦。我会使点歌吗？嘿，好，你讲来去台东是不？嘿。好啊。安尼，即来去台东这种歌，你奈嘛听过？即个是有淡薄仔老的歌呢。因为迄个广播电台顶关嘛有咧放啦。哦，啊，你有介意这首歌？为什么？伊拢是讲风景的，感觉袂歹。哦，是哦。好，安尼我若有机会嘛来播一挂拢讲风景的歌给你听，好不？好。啊，你敢台东人？不是，你是东山嘛，对吧？不过我是台北人。哦，你台北人吼，我来摇吼，小弟我在摇，恁爸爸是不是姓江？对、哦，我摇对了啦。啊，江弟江先生，就是恁家的囡仔才会台语这么好。我给恁爸爸出卖一下。哦，就厉害就厉害，恁爸爸来上过大米阿姨的节目，你知影无？唔知呢，唔知哦，伊捌来上过这个节目做现场的哦，啊，佮有播出恁迄个朗读一挂台文诗的作品，真好听。伊甲恁出，感谢啦。哦，免客气，小弟，我有机会甲邀请你来上节目，因为你台语实在太敖讲嘞，啊，佮口才佮不离啊好，好不好？有机会来，有机会来做来宾，好不好？
好啊，好哈、哦，感谢啊！你爱传这只歌来介绍给听众听哦。哦，好、哦，好，安尼稍等一下，为你安排歌曲哦。感谢你，好啊！风台嘛是要注意安全，爱照顾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哦，爱照顾弟弟哦。好，好，谢谢你，再会，再会，拜拜。